你们在这个中文字型，哎，不是中文字型，就是英文也一样哈、哦。如果你在套用这个滤镜，你要用它的时候，你用中文字型要注意一下，不能用在这种所谓的像点阵字上。预设这什么 fix state DES1 fix system 这个有没有？还有几个那个系统字啊，它是属于点阵字。点阵字就是放大会怎么样？会失真的那一种。你看，我都用这个，你把它字变大。我先打一个字哈。好，我把它变大一点，变大一点。有没有看到锯齿状很明显的？就是这种是属于点阵字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套用这个。这样你了解了？所以刚刚还有出现错误嘛？所以我记得有几个是属于这种点阵字。第二个，请问字型要变中文的怎么办？刚一进去是不是都英文的？点右上角这里哦，这里，这样了解吗？点右上角这里，告诉他不要用英文的字型，这样子有没有变中文的？好、哦，如果你看不到中文字型的话，请自行切换一下，因为有几个好像这里还有一两个啦，还有一两个也是属于点阵字的，稍微留意一下。